非常感谢大家，早上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今天是观音法会，庆祝观音出家。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法会，很高兴见到大家各位，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大家了，我很高兴又回来见面，与大家见面了。我离开前往韩国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想借此机会来向大家报告一下过去一个月我们的做了些什么，主要是两个主要活动，一个是在宝山寺的观音期，我们的宝山寺，三天的禅期呢是在另外一个寺院。我相信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韩国的午餐，韩式午餐。你们注意到，通常在美国或者是在一个中国的寺院，他们通常会做三道菜，最多三道菜。但是在我们的寺院呢，通常是做十道菜。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一道菜和大家分享。在韩国呢，他们通常是有很多的小菜，所以我们花很多功夫。在右手边你们能够看到这位非常自豪的，我想是中国人，来自中国的来到韩国来参加观音期，至少参加了几天。看到了吗？立即呢，观音期就完成了，好快吧。这个照片是什么来着？跟大家说实话，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我并不都是参加了。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这是某一个公园，韩国人喜欢走路，喜欢在自然中走路。韩国至少有一半的人口住在首尔区域，他们住在很高的楼里面，因此他们确实很热爱自然，他们喜欢在大自然中行走，即便是在公寓的小区里，他们也会花很多的资金来做景观，他们花很多的钱做景观，他们喜欢自然。韩国人也走路，很爱走路。这是贤安法师的父亲，他正在测试我，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呢，在这张照片上我们是握手，他说你来握握手，他的手很有劲儿。
他的一生，他们的家人呢是农民的背景，所以他们的手很强，手臂很强健。我说那你要放松放松。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日本布施，这是我们的来自中国的访客，他们来到了这里参加观音期，他们照了这张照片。在这里呢，这是一位来自圣何塞的访客 Ivy， 其他的各位是来自中国的。在观音期期间呢，很多的人参加，很多的参加者。因为这也恰巧是韩国的假日，很多人报名参加，很多人有时间，而且呢，这也恰逢是中国的一个节日假日，所以中国人也来了。中国人到韩国需要申请签证，不是那么的简单，不像我们去哪里都不需要签证。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我们不需要签证，所以呢，很多人来参加了观音期，佛堂里是满满的。我们的佛堂大约，我可以说是这个佛堂的60%。所以呢，这个佛堂不算大。平均的一天呢，差不多有70个人，至少在我讲法的时候是这样。白天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法会。好。Master XC here. 对，这是贤持法师在这里。你们以前可能听说过，贤持法师当时在美国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大约几个月之前，他这个上楼梯，在上何塞上楼梯都有困难。不过呢，他坚持了自己的诺言，去韩国工作一年，所以他去了韩国。那么我当时不得不要，帮助他的身体，也得到了一些针灸师的帮助。然后呢，他就前往了韩国。到了韩国之后，突然他的健康呢就大大的好转，就像是一个崭新的人。他现在能量满满。他说他在韩国呢，比在美国要身体要好得多，所以这里照片里这个部分就是他，他非常的精进，观音期没有误过一堂课。在右手边呢，我们有一些法师访客，他们来参加。对我来说呢，有很多的，这是很多熟悉的面孔，我以前也见过他们。我们每一次在韩国的期，他们都会来参加。韩国人是非常认真的修行者。实际上常常呢，他们会走进我们的寺院里，他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能量，就是气场比大多数的寺院要强，
强很多，他们非常敏感。我的目标一直就是要提高在家人和出家人的定力，这是我们精神修行的道路。你无论怎么说都可以，但是说到底，你需要发展你的专注力，以便开启你内在的智慧。定力是一把钥匙，开启你的智慧的钥匙。为了发展定力，你需要有一善以善以戒为基础，行善，这样的方法对于我们很有效。人们呢能够感觉到不同，即便孩子们都能够感觉到不同，更何况是成人呢？他们确实喜欢来到我们的寺院，特别呢韩国人，他们对于能量很敏感，他们热爱修行。那些来到我们寺院里的韩国人至少是热爱修行的，他们并不害怕我们对修行的要求很高。很多人会参加到我们的修行中来，大多数的人会在开示的时候出现，即便是在晚上，当他们结束了工作，他们会开车到寺院里来听法。他们是很精进的修行者。我看到这是我们的一种趋势，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重点一直都是要发展你们的定力，你们要以种福报开始。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你无法发展定力，所以要不停的、不断的积攒福报。在过去的17年中，现在已经进入了第18年，我们一直在培训大家，我们非常重视培训。现在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所有的人的功夫水平都很令人印象深刻，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为你们所有的人喝彩。我们现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实际上作为一个社区，修行者的社区得到了更多的承认。我们在韩国出版了更多的经，他们也开始要出版以前我讲的经了。我们要在韩国把它翻译成韩文并且出版。在过去的一周中，在过去的最近的这次韩国之行之中，我们发现我们是讲经这个类书籍的前五。我讲的这个一教经在韩国出版，它进入了前五名，谢谢大家。那差不多是我20年之前讲的一部经，就是老的技术，非常老的技术。即便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个经讲经，它不是来自于磁带，而是我在讲经的时候用的幻灯。因为在我讲法的时候，我不记得我说什么，讲完了我就忘了。所以幻灯篇呢，实际上只包含了我讲的50%。但是以这个幻灯篇为基础，我们把它整理为一教经的讲座，翻译成韩文之后，现在出版成为了前五名。那么我们的因此呢得到了$800的一个奖金，非常好。
Finally, Sutra's publication is a money-losing business for me. 对我来说，新的出版，佛经的出版对我来说是赔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在我早年的时候，完全没有钱，我仍然要印经。无论如何，我们得到了，一共得到了整整的800美元。半个小时就可以花掉的。好的。And so this is what we do. Our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of cultivation. 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一个修行者的社区。我们欢迎各位。Regularly every day and work. 我们每天定期的修行非常重要。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我们也乐于欢迎大家来。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你们能够花时间来是非常殊胜的。这是一个趋势，我看这，我认为这是我们传法的一个趋势。我发现我自己参加法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只有时间来讲法，因为这需要很多的时间来准备，我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除了参加法会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而且诚实的说，我非常的忙。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帮助，这每一天都需要我做很多的工作，看起来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实际上我每一天都很忙，我没有休息，所以我发现自己做法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举个例子，在观音期，韩国的观音期期间，我觉得我没有参加一次普门品的法会，唯一的一次呢是大回向和开示，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呢，我是跟大家，我是跟人交谈，提供咨询。我们有很多很有天分的僧团成员，还有在家人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工作量分了出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在未来呢，在某一个时点上，我们当然还没有到那个时点上，我们会有，我已经宣布了，内部宣布了，我们会有更多的僧团成员去不同的道场来做法会，来帮助我。我没有，他不再有时间做这件事情了。你们的功夫已经如此之高了，我有信心，我很满意，很愉快地看到你们的功夫如此之高，没有人能够接近你们的水平，没有人可以和你们竞争了，所以我不需要到那里去了。对于你们来说，当在家人来到的时候，其他人来到寺院里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寺院和所有其他寺院的不同。举个例子，我来自的那些寺院，宣化上人的寺院，中国人他们并没有这么重视定力的发展，他们只是专注于法会，他们只是专注于唱诵，就像今天我们的唱诵，听起来不那么好，但是呢，第一次我看到我们的旋律非常好，这个旋律在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他们三个人都一直保持着这个旋律做得非常好，但是唱诵仍然可以更好。举个例子，我
站在那里差不多太要睡着了，对我来说太低了。你们还不能够理解，维挪的工作呢，就是要让大会有能量，大众有能量。像这样的一个法会呢，你们在此之前至少需要坐禅两个小时，你们一定要比现在要做得好。太沉闷了。今天的唱诵普门品过程中，只有两个小的部分是对的。一个是在东西大众交替礼佛之后的那个调子是对的，十二愿的这个调子呢也是对的，但是其他的唱诵在南众这方面呢太低了，对我们来说太低了。当调子太低的时候，就使得我们南众这边唱诵很不舒服。但是对于贤文法师来说，他的唱诵是比较舒适的，因为他个子不高，他要保存能量。这位女士呢，她非常的宁静，你看着她呢，你知道她是常常在定中的，这是很好的。但是当你在做维挪的时候，这是错的。维挪呢，要让整个的大众有能量，你不是要让我们睡着。我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有一个指导，有人能够负责法会，使法会有一定的水准。我的专注于发展你们的定力，教你们。但是最终如果你们要帮助我传法的话，你们想要成为这个在全世界做法会的团队的一部分，使得我能够做我讲法以及其他的工作，那么你们一定要比现在的水平要好，我应该有水准。好，厨房通常会有十几个人在厨房里工作，在观音期期间，韩国人非常非常高效，非常有效，他们训练有素，尽管只有十二个人，他们进入厨房以后立即就奔赴了他们需要所做的工作地，他们没有什么争论，没有什么争斗，不像在这里维山寺。厨房呢是很表面上是很和谐的，但是我被告知呢，他们有三四个小组，他们跟随三到四个领导，这三四个领导呢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情。韩国人很好的招待了中国人，他们有自己专门的专属的 VIP 桌子，他们得到了非常好的韩国的食物，我很喜欢韩国的泡菜。他们要求和我喝茶，我们一起喝了茶。他们中国人问了我一些问题。这是观音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照片，所有这些人都很开心。看一看老住持法师他多么的高兴。然后呢，我们应邀去了另外一个寺院，在首尔城中心的一个寺院，是城中心。这个寺院听说了我们，因为住持有他自己的电视节目，每周有一两个小时的屏幕时间，他主张禅静兼修。他听说了我们，他看了我不少的视频，
看到了我出版的书，他很喜欢，所以呢，他请我们去讲法，为大众讲法。这是在工作日的某一天，所以我们并没有预期会有很多的人。他们这个讲法呢被录了下来两个小时，然后呢会在电视上播放。韩国人的佛教很强盛，他们有几个电视台和广播台频道，韩国人也喜欢看这样的电视以及收听佛教节目。我的这个 groupies 跟随着我形影不离，他们其实是听众中的一部分，将近一半。我们的僧团也来参加了这个照片中的左边的部分，那是他的一位出家弟子，他大约有五到六位出家弟子，他有两个寺院，这是其中一个较小的寺院，他在别处呢还有一个更大一间更大的寺院。法师通常呢这些法师们他们对于我们僧团的这个人数印象深刻，我们大多数的僧团成员现在是韩国人了。这是法师，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给我，他给我什么东西。我们一起喝茶，这是午餐。然后我们去了景，去了观景这个寺院。这是一个很吸引旅游者的地方，这是背后呢是弥勒佛，以前呢这是一尊水泥佛像。韩国的总统说水泥不能够持久，所以他换成了金属的佛像，并且贴上了金，这个表面是真金，这是非常的韩国范儿。在美国呢，一夜之间这些金子呢就会不见了。没有关系，我们维山寺的这个庭院里有一个锡杖，锡杖已经不见了。差不多早晨两点半的时候，一个说西域的人，他骑着自行车经过我们这里，爬进院子，拿走了佛像的锡杖。在金陵寺也是同样的情况。差不多是五十个人，我们五十个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在那里过夜。这是在观音期之后，我们开车走了比较长的路，我们的人来到了这个寺院，很喜欢这个小的旅程。这是住在他们的寺院里，在韩国他们有 temple stay 这样的项目，差不多是60个美元，你就可以住在寺院里，还包括三餐。那他们呢让我们付了45美元，而不是65美元。我们美国人通常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价钱。这个寺院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有人还记得吗？法住寺。这是非常著名的寺院，是一个巨大的寺院，有很多的访客。访客需要在很远的地方停车，然后走到寺院里来。韩国的大寺院往往是这样，不像我们在这里，你把车停下，走两步就进入了寺院里。这是我们美国的方式，所以我们在法住寺我们喝了茶，他们也在大自然里头
探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公园，这里有山，这是寺院本身，这是我们所在的寺院吗？还是另外一个寺院？法住寺。通常呢，就是这些人。我们。我们参观寺院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官员通常能够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国宝，看一看，很多人出现了，很多人参加。很有意思，我们在那里很辛勤的工作，我们玩的也很努力，不像中国人，他们只修行，他们并没有玩，他们并没有这个游玩的乐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工作一点，然后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乐趣。好的，这个寺院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他们在大理石上有这样的摩崖石刻，这是他们的自然宝藏，这是另外一个国宝。他们有这样一个塔，这是唯一的一留下来的一个木结构的这种风格，这种大小的木结构，在里面呢是佛的八种视线的图片。来到第一个呢，是来到我们的在我们的世界上的八种视线。第一个呢是从兜率宫下来，第二个呢是在母亲的子宫里9个月，第三个呢是出生了之后走了9步等等。所以呢是每一个佛的八种视线，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以呢一共是8幅画，这是非常优美的结构，这是很罕见的。这是另外一个国宝，年数很久了，这两样东西你猜也猜不到的，是两只狮子，你看起来像是海，但实际上是这个狮子。Okay, now, and then we moved on to the three day 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就是去打那个三天的禅期，就是金刚，苏尼姆他的那个，他的道场，大概有17公顷的这个地。我给你们做个比方，韦山寺总共这个地大概就半亩不到，所以它的这个整个道场大概是韦山寺这个占地面积的20倍，就是我们有多穷，我们有多这个渺小，我们既穷又渺小，所以我们很荣幸那个他们把我们请去做禅期。这个他是在韩国的 Jogi Order 里面的一个比较有名的 Sunim， 他把我们请去呢。这个当地的这个佛教的电视台都来。都来这个采访这个节目，你看当时我很开心，有这么多人来关注我，也就是他们的禅堂。他们
加快了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进度，所以在我们这个三天禅期之前就把它装修完了。那这是禅堂，所以这禅期过程中有很多人来了，因为有他的这个名声，他这个根刚司令派这个名字，根刚就是金刚，所以这是他们九给 order 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物，所以最多大概有70个人来打禅期，所以我们也给了这个讲法。70个里面大概有一半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有一半是这个金刚苏尼姆他的弟子。他的这个禅堂呢，这个佛堂大概一半的大小，60%的大小。它很好的是因为它这个有很多地方可以走来走去，那你在坐禅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地你可以走来走去。然后这张照片呢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像石像，是这个三星公司总裁的这个妻子送给这个根刚苏尼姆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财宝。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他没有给你钱吗？就给了你这么一个石像。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美国化人，我就想知道他这个石像值多少钱，就我这个石像我卖掉的卖多少钱。就是他把他这个石像放在他这个停车场的正中间，所以当你开进去的时候，你就又看到这个石像，他在这个欢迎你，这是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石像，非常稀有。这是他的这个道场，让我觉得我很羞耻，我们自己这么穷，他们韩国人条件这么好。他没有很多的地，然后还有这个绿化，大家可以在这个道场的范围里走来走去，这是他们的禅堂，这是我们自己的人，你看他们多开心。你看这个老和尚，然后这个比丘尼，他要加入我们。所以我们每次去韩国都会有一两个出家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所以到后面我们应该能够有一个团队，这个巡回去全球各地做这个法会。你们做法会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们的这个定力非常的特殊，所以你要注意你做法会的这个技能，这个很重要。然后你看这个背景，它是禅堂和佛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禅的这个禅宗的道场。因为在韩国他们没有这个大众法，所以他的这个建筑一般都比较小，就是佛堂一般就是他自己独立的一个建筑，而且比较小，没有很多人可以在里面。因为在这个道场呢，他们强调要修行，所以他们造了一个大的禅堂。那这样他们的这个出家人可以在一起修禅，比如说修这个3个月90天。
然后这个是他们住的地方。到晚上呢就会很冷，然后也会起雾。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形象。我们应该像这个 San Wok Sunin， 就是半睡半醒的状态。他们太开心，这个是年轻人，我们能做什么？像他们到这个 San Wok Sunin 的年纪呢，他们就会静下来。后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拍电视的团队，他们把这个产期的讲法也录下来，然后他们采访这个小青和他的这个妈妈，因为他们听说他们从中国来，所以他们从北京和上海飞到这个韩国首尔去来这个参加这个电视采访，所以他们现在是这个明星啊。这个是吃饭的地方，那个很好的一点是他们一般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我们给他带来了很多人气。他们烧饭的团队大概是几个人，他们烧了很多菜，每天吃三顿，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力气烧饭。所以呢，所以这所有的这些，我不清楚他有没有来，但是他跟我们说他马上要来。这个比丘尼呢是这个苏九苏尼姆介绍，是苏九苏尼姆他的这个上一代，是他的这个师父的这个妹妹。他以前的师父的妹妹，他师父的妹妹，他来到我们这里来参加了几天呢，他就觉得这是他想做的事情，想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个训练。这个是跟刚苏宁，他在跟这个老和尚说是你可以睡觉的，没关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看起来是这么开心，因为我们在坐禅，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这是不真实的，他们太开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这是跟刚苏宁这个明星 Yogi Order 的明星，这是我们要回去了。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大概是在吃东西，我们到处都在吃饭。你看那里有多少出家人，而且来的有越来越多，因为要想拿到美国这边的这个签证很困难，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把他们送到这个韩国去接受训练，这样他们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传法的行列。就是我们在机场，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他们现在都不哭了。这很奇怪的，前几年我来呢，当我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哭，然后到现在呢，大家都觉得啊，我很高兴这个师父走了，师父要走了。因为有些他们都有一些人这个请了假来这个送别。你看我还是其中最高的一个。好，这就是所有的内容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想说的？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是一次很好的这个旅行，
是我经历的比较好的一次旅行。因为呢，我主要的兴趣是训练这个出家人、在家人。在韩国，他们主要就是训练出家人，他们不训练在家人，也不训练女比丘尼。我们不管的，不管你是女人还是小孩子还是男人，就是你是白人，我们也还是黄脸人，我们都不管。所以有很多韩国人、韩国的比丘尼对我们感兴趣，因为他们的这个比丘尼，他们的出家人想要得到这种训练。所以这些出家人，他们相信我们的这套训练的方法。这个让我很开心，谢谢你。他说他的背现在开始痛，所以他走起路来就很痛。看他们这些人都年纪都大。对，他们的比丘尼呢很开心，他因为他们能够接受到这个训练，他们在家人也很开心，因为他们在进步，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我们，因为他们开始相信我们。他们最刚开的时候来，他们觉得我们是邪教，因为你看他们看我们的这个佛堂里面没有什么佛像，也没有什么画，因为这是我们当时能够买得起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这个电子产品上面，我们把非常多钱花在它这个电子产品上面，所以我们没有钱来买别的东西了。所以很快呢，我就要开始这个用韩文跟你们讲法了，因为有太多的韩国人开始加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半的出家人是韩国人，而且有更多的在加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建立了一些基础，因为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是美国的大臣，我们跟宣化圣人的法很不一样。不管是从这个法会还是这个定力，然后你看你们这些在家人，你们的这个定力比那些出家人的定力还要高。别人也经常说，在我们的这个法会上面，这个要想要入定，要想要集中精力，要容易很多。这个是佛教的最重要的这个修行，所以，我希望你们进入下一步，提高你们的做法会的这个技能。以前我忽略这方面。现在我要开始有更高的标准，我希望你们这个法会能够做得更好，让我们可以像一个团队。比如说
在这个法，在这个这个法会上面，我来教法，你们可以做法会。但你们需要提高你法会的这个技能，有其他的问题吗？然后在这次旅行当中呢，我们跟韩国的佛教也建立了更多的联系，我们有更多人认可我们，也跟有更多的人这个更多的人来那个联系我们，所以不奇怪的是，我们在这个美国这边受到了攻击。我们的这个有一位这个出家人离开了我们，因为他已经没办法控制他自己。在我们去韩国之前，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失去了一个这个一个比丘，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这个比丘尼，年有一定法龄的比丘尼，然后有一个这个出家人是12月份来，还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出家人，他估计再过一个月要来，因为现在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是遇到的是这个签证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看怎么样能够帮他们拿到这个韩国这边的签证。在以后我还想去欧洲，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团队，那就到处去做这个弘法的事情，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记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不再是我一个人做这个弘法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些在线的课，有很多人来参加在线的课，比如说贤老师，他的这个法会做得很好，他法会做的是我们中最好的之一。这个贤执师，年轻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住持法师，他的这个念咒课，每一个参加他念咒课的人都跟我说，你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定力，他的这个定力和他念咒的这个功力，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在变得越来越强。你需要提高你的标准，希望你能够不停地提高，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一直，我们永远不原地踏步，在这个在越南语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就停在一个地方，在里边走路，对我来说就在扯淡。所以你需要这个，你需要进步。如果你慢下来，那就是死亡，因为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病。你需要继续做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期望会有更多的出家人加入到我们，因为我会训练你们所有人。我最重要的，我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训练你们，这样下一代的这个大臣，美国大臣会有很多很厉害并且很有能力的这个人，我们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这个栋梁。不管你是一个在家人还是一个出家人，你会在你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不是关于我，这是要看你们怎么样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好，谢谢大家，下次见。